当我成为剑法，我知道我做对了。任何新的事物、新的观念，最先受到挑战、反对的人是谁？那当然是既得利益集团、既得利益的人。那这个互助票投出来，如果成型的话，现在台湾的蓝绿二度，台湾的政治生态很可能因为这样而改变。